平台搭载两套由国内首次自主设计、总装集成的天然气深度脱水装置。经过该装置处理后的天然气，即使在52兆帕高压、-38度的环境下，也不会有水析出。技术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，可大幅提升油田稳定供气的能力。中金平台设计油气年处理能力超500万吨，平台在陆地完成拖拉装船固定检验后，将于7月运往海上开展安装连接调试工作，预计2023年底投入试生产。